儿哈，你真是一天天啥忙帮不上，你往这战术板上躺什么？你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你忍一下马上就下来了，一天天的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，这塑料桶里面有屎啊，你往里面钻。你赶紧，那么长时光闷得我都喘不过来气儿了。你等一会儿的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下给我闷的，就这一个粪坑窟窿小，你得非得往里钻。哎呀，你等一会儿的，电钻一开马上就救你出来，你就别叫了，还搁这乱动，我这一下钻不好，今天晚上就容易吃狗肉，养你们这些宠物一天天比伺候爹还难呢。这一会儿看不见，不知道又跑哪泥坑里去。哎呀，赶紧洗洗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你说这么大一块玻璃，你是咋钻进来的？好了，这下你自由了。你还往这跑呢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咋的？你想变成红烧牛肉啊？